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物成双的第九期。在今天的好物成双系列当中，我们来看一对来自 YG5 的碧玉浮雕的一对蛋糕盘。说是蛋糕盘，但是很多碧玉浮雕多数是用来作为装饰品的。这一对盘子是 YG5 的在1970年代所推出的 Portland Blue。自1775年碧玉浮雕问世以来， YG5 都推出过很多种不同的蓝色，比如说类似于这一款的 Pale Blue 淡蓝色，这一个是实心的浮雕，但是由于在当时实心的浮雕造价太高了，在两年以后呢，他们就推出了这一款涂层的浮雕，也就是 Dark Blue 深蓝色，还有这一款 Medium Blue 中蓝色。后来又在1953年为了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的时候呢，推出了这一款 Royal Blue 皇家蓝。这个盘子的直径大约是20厘米左右，图案呢还是以罗马神话为主题，有三种不同的人物相互对应。这一位是驾着马车的奥罗拉，黎明女神。这个是三位缪斯女神在给 Pepagus 这个飞马在饮水。这个是睡梦当中的丘比特。下面的这些就是重复对应的图案了。Portland Blue 还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器型，等在以后的视频当中我再为大家一一的来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